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Srimad Bhagavatam》第四篇第31章，标题是《那日的牧尼教导普拉切塔们》第13节。4.31.13。Sarvesham
Atma Hyavadi Artata Sarvesham Api Bhutanam Hare Atma Atma Da Priya Hare Atma Da Priya Shreyasam api sarvesam Shreyasam api sarvesam Atmaya vati attata Atmaya vati attata Sarvesam api bhutanam Sarvesam api bhutanam Hari atma atma ta priya Hari atma atma ta priya Shreyasam吉祥活动的阿比肯定的 Sarvesham 所有的 Atma 自我 He 肯定的 Avadi 目的地 Artata 实际上 Sarvesham所有的阿比一定的布达南生物体哈利智子人格守神阿特玛超灵超灵阿特玛达他能够给我们我们原本的身份 Priya 非常宝贵译文事实上至尊人格守神是所有自我觉悟的原初的来源相应的所有吉祥活动的目标 Karma Jnana Yoga 和 Bhakti 是至尊人格守神实际上至尊人格守神是所有自我觉悟的原初的来源相应的所有吉祥活动的目标 Karma Jnana Yoga 和 Bhakti都是至尊人格守神要旨圣恩 AC Bhakti Vedanta Swami 施了帕帕德的要旨生物体是至尊人格守神的编辑能量而物质世界是外在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人必须明白至尊人格守神实际上既是物质又是灵性的原初来源这在巴格瓦吉塔第七章的四至五节之中得到了解释波米拉波那罗瓦与甘玛诺波迪尔瓦扎阿罕卡尔伊蒂扬梅Bina Prakritir Ashtata Apariyam Itastvam Yam Prakritim Vidhime Param Jiva Bhutam Mahabaho Yayedam Dharyate Jagat 土水火空气以太心意智性和假我所有合在一起这八者构成我分离的物质能量但除了这种低等自然之外臂力强大的阿尔朱纳我还有另外一种高等能量这是由所有的生物体构成的而所有的生物体在跟物质自然争斗并且在维系这个宇宙整个的宇宙展示只不过是物质和灵性的一种组合。灵性的部分
是生物体，而这些生物体被描述为 prakriti 或能量。生物体从来不会被描述为是 purusha 至尊者，因此把生物体认同于至尊主仅仅是愚昧。生物体是至尊主的边际能量，尽管在能量和拥有能量者之间其实没有区别。生物体的职责是去理解他真正的身份，当他做的时候，奎师那就会给他所有的便利条件，达到奉献服务的层面，那便是生命的完美。这在伟达的乌帕尼沙的之中有所表明。Yam evaisha vinute de na labias tasyesha atma vinute tanum swam。主奎师那在巴格瓦吉塔十点十中确证这一点。Tesham satata yogdanam bhajatam priti purvakam tadami bhuti yogam tam yenamam upayanti te。 对于那些满怀爱心不断的献身于我并且崇拜我的人来讲，我会给他们理解力，他们能够来到我跟前。这个结论便是人必须要达到 Bhakti Yoga 的层面。即使一个人可能以 Karma Yoga、 Gyana Yoga 或者是 Ashtanga Yoga 开始，除非一个人达到 Bhakti Yoga 的层面，自我觉悟或者是对绝对真理的觉悟是不可能被达成的。咱们再读一遍要旨吧。生物体是至尊人格守神的边界能量，而物质世界是外在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人必须要理解至尊人格守神实际上是物质和灵性两者的原本的来源。这在巴格瓦吉塔第七章之中得到了解释，七点四至五。土、水、火、空气、仪态、心意、秩序和假自我，所有这八者合起来构成我游离的物质能量。但是除了这种低等的自然之外，臂力强大的尔朱那呀，还有我的一种高等能量，这是由所有的生物体构成的。他们在跟物质自然苦苦挣扎，而且在维系这个宇宙。整个的宇宙展示只不过是物质和灵性的一种组合，灵性的部分是生物体，而这些生物体被描述为是 prakriti 或者是能量。生物体永远不会被描述为是 purusha 至尊者，因此认同生物体为至尊主仅仅是愚昧。生物体是至尊主的边际能量，尽管实际上在能量和有能量的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生物体的职责是去理解他真正的身份，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奎师那就给他所有的便利条件，达到奉献服务的层面，那便是生命的完美。这在伟达的 Upanishad 之中有所表示。Yame Vaisha Vinute Tena Labhyas Tasyesha Atma Vivrunute Tanum Swam。 主奎师那在巴格瓦吉塔的第十章第十节之中确认了这一点。Tesham satata yogdanam bhajatam priti purvakam tadami bhuti yogam tam yenamam upayanti te。 对于那些满怀爱心不断地奉献于我并且崇拜我的人来讲，我赐予他们理解力，于是他们可以来到我跟前。结论是人必须达到 Bhakti Yoga 的层面。即使一个人以 Karma Yoga、 Gyana Yoga 或者是 Ashtanga Yoga 开始，除非一个人达到 Bhakti Yoga 的层面，
自我觉悟或者是对绝对真理的觉悟都不可能被达成。Shri Chaitanya Manopistam Stapitam Yeta Bhutale Swayam Rupa Gadhamayam Dadati Swapadantikam Vandeham Shri Guru Shri Yuta Padakamalam Shri Gurum Vaishnavamsa Shri Rupam Sakrajatam Sagana Raguna Tambitam Tamsajivam Sadvaitam Savadutam Parijana Saitam Krishna Chaitanya Devam Shri Radha Krishna Padam Sagana Lalita Shri Vishakambitamscha He Krishna Karuna Sindhu Dina Bandhu Jagatpate Gopesha Gopika Kanta Radha Kanta Namostute Tattagamchana Gorangi Rade Vrindavanishvare Vishabhanu Sute Deve Pranamami Hare Priye Panchakalpatarubhyascha Kripa Sindhubhyevacha Patitanam Pavanebhyo Vaishnavebhyo Namo Namaha我们听到那拉达穆尼给普拉切塔们教导，普拉切塔们非常的幸运。其实首先他们得到了机会去见主希瓦，而他帮助了他们。他教了他们一首歌，通过这首歌他们可以取悦至尊人格守神。接着主维什努也来了，因为他们做了奉献服务，他们取悦了主维什努，所以他就来到了他们面前。然后接着他们得到了来自主威士努的更多的教导，然后他们接受了家居生活，在家居生活之中过了好几千年。萨提尤格，你们知道人们活很久，于是他们在家居生活之中过了好几千年。当他们享受家居生活的这段时间，他们忘记了主的教导。这很容易发生。很容易就会忘记我们从奉献者那里接受的指导和教导。家居生活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就是让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忘记重要的教导。
但是 Prachita 们无论如何他们非常的认真，在家居生活之中过了很久之后，他们放弃了家居生活。而这一次呢，纳日的穆尼来到他们跟前给他们教导。其实纳日的穆尼想帮助他们想起他们已经所接受过的那些教导。甚至诸布拉玛都有遗忘的倾向。在第二篇里，在描述创造的一开始，诸布拉玛他忘记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受局限的生活就是有这样的性质。我们会很容易的忘记给我们的那些教导，然后我们这个就会让我们变得很艰难。我们记得要吃普萨的，没有人需要提醒我们去吃普萨达姆，而且大家也记得要睡觉。吃睡，我们没有什么困难想起这些事情。但是当 Krishna 说唱诵圣名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得到提醒。Krishna 说早晨早早的起床来参加蒙格拉阿尔蒂唱歌跳舞，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些事情。Krishna 说加入 Sankirtan 运动，我们想还有好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呢。我们要去学习对于我们的 Krishna 知觉来讲什么才是重要的。所以在这里纳日的穆尼他对 Prachita 们解释说，你们必须要做 Bhakti Yoga。 所有其他的 Yoga， 比如说 Karma Yoga、 Gyana Yoga、 Dhyana Yoga，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瑜伽阶梯上的一个环节，都是导致 Bhakti Yoga 的步骤。全都来自于 Krishna， 全都是无论你做什么样的 Yoga， 其含义都意味着让我们跟 Krishna 相连接。我们生物体在这里被描述为帕布帕引用 Bhagavad Gita， 我们是 Prakriti， 我们是 Krishna 的能量。在第七章之中，主 Krishna 描述了
八种物质能量，也就是八种元素。就在这个世界之中，主科什的描述说，还有另外的一种能量，那就是生物体。我们也是 Prakriti， 但是我们是高等的 Prakriti， 我们优越于愚钝的物质。比如说这个桌子，这个是属于愚钝的物质，而生物体呢是属于更高等的一种能量。这区别就在于生物体有知觉，而愚钝的低等的物质没有知觉。但是爷爷达姆达耶提加嘎特，克什纳说，我们试图去剥削物质自然的资源。之后朱克什纳描述这么做的结果，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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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会有所有的这些困难呢？因为爷爷当家也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试图去剥削，我们试图去享受物质的能量。我们没有想到这属于克里什纳，我们只是想着这是我的。我们在想着这是我的手机，我们带着手机来上课，我们去看所有的信息，我们坐在神像的面前，我们在聆听 Srimad Bhagavatam， 但是我们更受到 WhatsApp 的吸引。这是物质的能量，这就是我们的遗忘。而这就引起了我们在物质生活之中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必须要理解，首先呢，任何东西都不是我的。在印度有一句俗语，就像是在中国有很多的俗语一样，在印度呢，大家也有俗语。在印度，大家说口里好，我要提口里好茶楼。我们空手而来，我们空手而去。印度人喜欢哲学，在印度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夫，每一个人都能给你开药。
有的人都说，哎，你吃这个，你吃那个，你需要这个，你需要那个。这个对你有好处，这个对你有好处，这个会治好你的病。那印度人们说，我们知道神，我们可以给你讲关于神的一切。他们不想去聆听，他们只想去讲。但 Krishna 在八个 Gita， Krishna 在八个 Gita 之中说，我们必须要聆听。八个 Gita 的第六章里，主 Krishna 描述了瑜伽阶梯。他开始谈论 Karma Yoga， 也就是活动，为 Krishna 而工作，为 Krishna 而活动。当我们来到 Krishna 知觉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开始学习如何为 Krishna 而活动，为 Krishna 而工作。主 Krishna 自己说，没有人能闲着不干，哪怕片刻也不行，所有的人都无助的在活动，这是因为在物质自然的推动之下。每个人在物质自然属性的推动之下，都无助的不得不去活动。所以当人们说，哦，我想休一天假的时候，不是说你这一天什么都不做，你还是要做点什么。我们一定会被控制，我们或者受到灵性能量的控制，我们或者受到物质能量的控制。我们脱避于灵性的能量，我们就会快乐，我们就会感觉很舒服，我们会感觉到缓解。但是如果你脱避于物质的能量，你就必须要很努力的去工作，你要受很多的罪。有一个奉献者来自于澳大利亚，他跟我说，有一天他跟巴布巴在一起，他们从机场来，是早晨很早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去上班了。我昨天晚上看到，我们从 Sita Mari 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因为是晚上，他们全都是在下班回家。我看到这个交通简直是堵死了，有很多的汽车，很多的摩托车，简直太可怕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城市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 Patna。仅仅是地狱。可是我们却生活在、工作在这样的地狱之中。帕帕坐在车里跟奉献者们一起，他看到这些人，奉献者他就说，他在看着他们，然后他就在想，看这些愚蠢的人，他们太傻了，就像驴一样的在工作。
但是当他去看施乐帕布帕的时候，他看到施乐帕帕德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帕布帕在想，哦，他们真的是太不幸了。他们不得不整天在某个工厂或者是某种地狱般的情况下工作。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开摩托车，开汽车，干一天的活，然后才能回家。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人回不了家。他们在路上会出车祸。这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地狱，可是我们认为这个是现代的一种进步。卡尔玛瑜伽全都是跟工作活动有关，我们应该学习如何为克什纳而工作，为克什纳而活动。我们也活动，我们也工作，就像盖这座庙，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一样。奉献者要多么努力的工作才能够收集到款项，然后进行建筑呢？我们来了就只是享受而已。我们唱歌跳舞觉得特别好，我们没有想到奉献者们当初有多么辛苦的去工作，去筹款，然后建成这座庙。当我们昨天去西塔的出生地的时候，我们被介绍给很多的人，然后呢，那些人我们知道了，那些人全都是终身会员。他们在这个西塔加纳基的这个城镇里，那么西塔拉姆也就像 Radha Krishna 一样。你们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神坛上也可以看到 Sita Ram。 尽管我们更喜欢 Radha Krishna， 但是也有 Sita Ram Bhakta。 他们这些终身会员，他们也支持我们的机构。我其实非常的欣赏 Patna 的奉献者们，他们居然去那么远的地方，四五个小时才能到，然后在那儿造就终身会员。这表明奉献者们他们工作的有多么辛苦，他们去所有能去的地方找到人们来帮助他们去建筑这座庙宇。Karma Yoga 都是关于活动，为了取悦 Krishna 而工作。接着 Karma Yoga 们经常，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为谁在工作，因为他们在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如果要是一个人以这种无私的方式去工作，然后就会有人给予他们这门知识。
就像是当我们成为新奉献者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理解太多的东西，我们还没有读过《Srimad Bhagavatam》，我们去听课，然后我们就想着现在我可以休息了。我们说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然后就睡着了。到了睡觉时间了，但是一到了 Sharira Vidya Jaya 的时候，我们就精神抖擞，该醒了。这个是属于 Karma Yoga 的风格，我们了解的还不是很多，知道的不多。但是如果你继续努力的话，逐渐的就会有人给你知识，并且呢，让你从 Karma Yogi 变成一个 Jnana Yogi。要理解，要更多的为 Krishna 而活动，我们要更多的去取悦 Krishna。把捐款拿出来 Prabhu 给 Krishna 吧。所以我们就明白到 Krishna 才是拥有者， Jnana Yoga 可以给我们知识。我们听到 Krishna， 然后我们越来越多的聆听 Krishna， 然后我们就开始意念 Krishna， 我们就可以成为冥想者，我们就可以去做 Jnana Yoga。有的人做 Astanga Yoga， Astanga Yoga 是以 Yama Niyama 而开始的四项规范原则。然后还有 Asana， 你要做 Asana， 你要学习如何好好的坐下。来到了庙里，在神像的面前，你不能够抱着膝盖而坐。你们可以听到 Prabhupada 经常说坐好，对吗？所以我们做 Asana， 然后做 Pranayama， 我们做这种压住鼻孔的 Yoga。那些瑜伽们通过鼻子的练习，他们可以活很久。你们可以去读师曼巴格他们卡尔达蒙穆尼，他在做阿斯汤格瑜伽做了10000年。当然了，那是萨提耶瑜伽。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做10000年的这个苦行。他们当时可以活100000年。那么这个无论如何 Astanga Yoga， 你做 Pranayama， 然后接着去更多的冥想，你开始内在的，首先你要不依附于外在的事物。Pratyahara， Pratyahara 在 Bhagavad Gita 之中给出了乌龟的例子，它把所有的肢体都收拾回它的壳里边。乌龟在恒河有乌龟，有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那个乌龟有很
很大很硬的这个壳，他们把所有的这个肢体都收摄回它的壳里，你只能看到它的这个外壳。所以呢，现在不是说是去外在，而是说去内在，把感官收摄回来，不是说去外在的享受，而是说把所有的感官收摄回来，朝向内在。这样我们就可以专注在超灵上。Prabhupada 说，Astanga Yoga 的第七步是 Dhyana， 而这正好是我们的 Bhakti Yoga 的第三步。Shravanam Shravanam Kirtanam Smaranam， 意念这个时候就来了，这就是冥想超灵。所以目标是把所有的一切带入 Bhakti Yoga 之中，我们应该达到奉献服务的层面。 Astanga Yogi 们，他可以达到完美，他的完美便是去理解到他是至尊主的仆人。如果瑜伽师认为我是至尊者，那他就大麻烦了。那就是 Mayavadi 的幻觉，那是他们的结论。他们认为我是 Paramatma， 这就是一种最大的愚昧。但是 Yogi 瑜伽师要明白到有至尊主 Paramatma， 而且还有我。我是一个微小的、微不足道的至尊者的仆人。所以，真正的瑜伽师 Bhakti Yogi 的开始，就是当我们开始从事于对至尊主的服务。Prabhupada 经常说，我们的 Bhakti Yoga 的开始就是我们开始唱诵 Mahamantra。 Bhakti Yoga 的程序就是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没有经历 Karma Yoga、 Gyana Yoga 或者是 Dhyana Yoga， 我们仅仅就是来了就直接进入 Bhakti。如果我们去做其他的 Yoga， 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 Bhakti。 我们的程序就好像是坐着电梯上去，就像是这里在这栋建筑物之中你们有电梯。即使你们是年轻人，你们都不喜欢爬楼梯，你们都喜欢坐电梯。我去过加尔各答的庙，加尔各答的庙他们的那个宾馆他们也有电梯，这个电梯是给那些住在宾馆的客人们准备的。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是谁坐电梯呢？都是那些工人，那些做清洁的人，主要是他们在坐电梯。其他的人都想的是，
让我爬楼梯，我锻炼锻炼吧。但是那些工人们，天哪，甚至奉献者们，他们都想的是坐电梯吧，坐电梯。因此呢，就是我们的卡利瑜伽的状况，懒惰。当然了，当电梯瘫痪的时候就，哦，没有电梯啊，哦，得爬楼梯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到，我们受局限的本性，我们是永恒的灵魂，可是我们却陷在了这种躯体化的生命概念之中。为了能够得到帮助，我们出去，我们必须要得到强大的 Bhakti Yoga 的程序。Chaitanya Mahaprabhu 到来给每一个人，仅仅是唱诵圣名。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所有其他的这些事情上。当他问 Ramananda Roy 说，从经典之中引用一个师节来说明生命的目标是什么，Ramananda Roy 开始说，哦， Varnashram， 追随 Varnashram。 Mahaprabhu 说，算了吧算了吧，忘了这个吧，这个是外在的。Brahmachari Gurhastha Vanaprastha Sanyasi 们，这些全都是外在的。这并不是在灵性修习之中得到完美的征兆。然后他说 Karmapana， 把我们工作的结果供奉，对吗？巴格吉塔那个世界是什么？ Karma Yoga。 巴格吉塔那个世界是什么？ Karma Yoga。这是一个世界，是的，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对，努力 yet kroshi yet yet kroshi， 所有你做的，所有你吃的，所有你供奉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以作为我对我的供奉而做。但是麻烦不说，不不不，因为你向甘内士供奉，你向主席我去供奇，可是你没有给 Krishna。 Krishna 知觉在哪里？没有 Krishna 知觉，你只是在放弃这个结果。然后说 Sarvadharma Sudharmatya， 把所有的职责都放弃。在八国 Gita 之中，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师节 Sarvadharma Paritya Krishna 说，放弃你们所有的职责，只是臣服于我。然后主持人也说，是的，你喜欢吗？不。为什么不？因为有的人他们来了说，我想臣服于 Krishna， 我想成为奉献者。在香港有一个人，是一个城里的人，来见 Prabhupada Swamiji，
我想接受 sannyas。哦，普拉帕看了看他，哦，为什么？他说我妻子还有四个孩子在家里，简直太可怕了！求求你给我sannyas吧。普拉帕给他sannyas了吗？没有。跟你的妻子待在一起。你最好还是回去跟你的妻子待在一起。但是当哥哥温德马哈日来的时候，哥哥温德马哈日他也是一个家居生活的人，他有五个孩子，他来到帕帕德面前。帕布帕跟他说，哥哥温德马哈日也想要接受三尼亚斯。普拉普巴明白到，这个人有资格。他是主加格纳，他一辈子都是主加格纳他的奉献者，他已经学习过很多经典。他非常的知识渊博，他了解这门哲学。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准备，不仅仅是说有一天我们来了之后就想，我觉得我应该接受 sannyas。 你必须要准备，你必须要一辈子都去准备。但是 Chaitanya Mahaprabhu 他说不，这还不够。因为有的人想臣服于 Krishna， 他们之所以想臣服于 Krishna， 就是想得到一个地方可以好吃好东西，然后好好睡觉。还是 Krishna 的庙里边有特别好的 prasadam， 看看咱们的这个宾馆吧，这条件简直太好了，非常舒适的地方。我想加入 Hare Krishna。那并不是动机很纯粹的一个办法，所以 Chaitanya Mahaprabhu 他说继续讲，你继续讲。接着 Ramananda Roy 他引用了 Bhagavad Gita 之中的另外一个世界 Brahma Buddha Prasannatamana Shochatina Kamushati Sarmasar Vishu Bhuteshu Madbhaktim Labhate Param。 这个是 Gyan Mishra Bhakti。其中呢有沾染了一点非人格主义，仅仅呢就是说 Brahma Buddha， 我不是这个躯体，这太好了，我不是这个躯体，这是多么大的，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啊。但是奉爱在哪里？ Chaitanya Mahaprabhu 说继续讲，继续讲。然后 Ramananda Roy 就给出了一个师姐，这是朱彩丹的想要的。不来自于八国 Gita， 是来自于师门八国的。就是 Chaitanya， 他说是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说，你待在你自己的位置上 ，Stani Sita Shudigadam， 你待在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比如说你是 Grihastha， 你保持你 Grihastha 的身份；你是一个 Brahmachari， 你保持你的 Brahmachari 的身份。你不要仅仅的通过你的改变你的地位，改变你的这种情况来达到完美。
你必须要做什么呢？你必须要去聆听关于 Krishna， 你必须要在奉献者们的涟漪之中去聆听跟 Krishna 有关的一切。你要放弃你所有的果报活动和哲学思辨。这样你们就可以征服 Krishna， 尽管 Krishna 是 Ajita， 他是不可被征服的，他就会被那个人所征服。于是 Chaitanya Mahaprabhu 说，是的，就是这个，聆听 Krishna 是在奉献者们的涟漪之中去聆听 Krishna， 这个是 Bhakti Yoga。这是 Bhakti Yoga。 当我们坐下来聆听 Srimad Bhagavatam 的时候，当我们唱诵 Hare Krishna 的时候，当我们清洁庙宇的时候，这就是 Bhakti Yoga。 但尤其是聆听唱诵，这个是 Bhakti Yoga 的基础。所以我们教别人瑜伽，我们就是教别人去唱诵，逐渐的我们就给他们真正的 yoga， 并不仅仅是一些体操的姿势，并不仅仅是一些呼吸的练习，而是这种 yoga 是聆听 Krishna， 聆听跟 Krishna 有关的话题。所以 Krishna 在给出所有的这一切，他想让每一个人都来到 Bhakti 之中。当我们做 Bhakti Yoga 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成为了 Karma Yogi， 他已经是一位 Jnana Yogi， 他已经是一位 Dhyana Yogi。 这全都被包括在真正的奉爱之中了。有什么问题吗？那么这里谈到了自我觉悟的一些程序，比如说 Jnana Yoga 或者是冥想崇拜等等。那如何达到自我觉悟呢？没有 Bhakti Yoga 我不明白这个要旨，还是说必须要连同 Bhakti Yoga 才能达到自我觉悟？那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师节里谈到了达到自我觉悟，就是通过其他的那些程序怎么得到自我觉悟。在要旨之中，湿了泡泡说他们不能达到自我觉悟，除非他们达到 Bhakti 的层面。Jnana Yogi 们他们必须要经历很多很多的生生世世。我们说巴呼南姆加曼南姆曼特吉亚纳万姆布拉巴迪姆特，巴呼南姆加曼南姆曼特吉亚纳万姆，瓦苏德瓦萨尔巴米提萨马哈特玛苏多拉巴哈。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去理解瓦苏德瓦萨尔巴米提，瓦苏德瓦是最终极的。所以 Jnana 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那个地位。
如果达不到那个地位的话，他们的知识是不完美的，他们便不会得到恰当的自我觉悟。他们仅仅说Aham Brahmasmi, Aham Brahmasmi。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谁是 Parabrahman， 他们并不知道跟 Parabrahman 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仅仅知道我是灵魂，我不是这个躯体。但那你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任何的活动，他们不能够从事于任何的活动，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是从事于奉献服务的，这样他们的努力是不完美的。他们有一些觉悟，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自我觉悟。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很容易就偏离了正途。然后他们成为了 Mayavadi， 哦，全都是一，我是神，你也是神。当我第一次去庙里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知道神是谁吗？我说我是神，你也是神，我们全都是神啊。然后他们就开始笑话我，你可不是神，算了吧，你是什么样的神啊？你能把这间房子举起来吗？所以我立刻就被他们折服了。尽管我相信神，但是我并不知道神是谁。但是只有到了 Krishna 知觉之中，我们才学习到了这些东西。我们很快的就学到了，但是那些 Gyani 们、Karmi 们，他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是坐电梯来的，我们是坐上了电梯的。就是，记得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克服 ？How can we overcome our laziness and always keep ourselves be very enthusiastic and continue our devotional service？ 西塔勒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克服我们的懒惰，一直非常有热情的去做奉献服务。你必须要有一个人老是去拿鞋子去打你。跟你大嚷大叫的，告诉你，太懒了，太蠢了，你胡作非为，你这个混蛋。你的脑袋里什么都没有，脑袋空空的，没脑子，这是你所需要的。通过聆听，你通过聆听，你来聆听圣曼巴格坦，你去读修了帕，你去有规律的阅读修了帕帕德的书。Brahmachari 们的 Brahmachari 们意味的就是去学习，越来越多的学习。
你应该给出一定的时间去读帕帕德的书，你去学习，你去听课，你去学习这门哲学。要去上课，门徒课程 Bhakti Sastri Bhakti Vaibhav。你想启迪的话，如果你要想得到萨尼亚西的启迪，你必须要学 Bhakti Vaibhav。 Online question Guru Maharaj, I always feel I cannot nicely perform my Krishna consciousness. I always feel I'm making mistakes. I am committing offenses and I feel so much nervous. I cannot even sleep. What shall I do?聆听的小鱼觉得自己总是学不好，亏上追总是犯错冒犯，然后就很焦虑，睡不着觉怎么办？姑妈说也许你应该去看医生。也许你应该吃菩萨的，你把肚子吃得饱饱的，都是菩萨的。你应该得到很好的联谊，应该得到鼓励，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好好的去修行了。如果你跟你一直跟那些服务 Krishna， 然后去为 Krishna 而活动而工作的人一起联谊，你也想为 Krishna 而工作去活动。但是如果你自己待着，然后你就只聆听你的心意，那你就不行了。所以你必须要得到直接的联谊，你必须要有一个联谊的环境。说的问题，我们从答案开始。你早上来参加早课，你去参加整个的庙里的节目，你去看 Krishna， 你去聆听 Krishna Mangala Arati 开始，然后讲课，然后这样呢你就能够一直记得 Krishna 了。整个的这个早课还有网课，这个是我们的 Sadhana，这个可以给我们力量，可以整个的一天都记得 Krishna。也许你可以出去，你可以造就去招揽终身会员，你可以去收集捐款，你去派书，你做一些事情，你在厨房里去做饭，你可以做不同的服务。如果你参加了很好的早课，你这一天你都可以记得 Krishna。把这个变成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是需要你的一些练习的。Vaidhi Sadhana Bhakti，在休息之中的奉献服务。所有的这五个元素其实非常的有力量，全都存在于早课之中。Sadhu Sangha Shravanam 就是 Bhagavatam Shravanam， Nam Sankirtan 崇拜神像圣地，这是一个圣地。还有一个是呢，非常感谢大家。还有一个人有问题。
在卡利 Yoga 之内能够去做昆达里尼 Yoga 吗？在卡利年代能修行昆达里尼 Yoga 吗？昆达里尼 Yoga 你们在卡利 Yoga 能做吗？非常非常罕见。你不能够坐在家里就做，你必须要出去，你要离开家，你要去森林，你要去丛林里。你要放弃这个凡俗的世界，在卡利优格谁能做到？没有人能做到。非常非常罕见的灵魂。卡利年代人光想着去享受了，我们怎么去给您给他们解释？卡利年代的人觉得不用辛苦的工作就可以好好的享受，怎么去给他们解释这个？驴也得辛苦的工作呀。这个驴它要顶着很沉的这个负担，然后才能吃到一些草。然后当他们去跟母驴交配的时候，母驴就会踢他们的脸。然后他还想，太好了，他觉得感觉太棒了。这就是人们他们想的，他们觉得应该辛勤的工作就可以得到享受，在这种地狱般的工厂里，在这种地狱的状况之中干活，最后呢得到一些可怕的炸鸡什么的。这是他们的不幸的状况。人们非常的愚昧，我们努力的要拯救他们。如何去说服他们？我们说，你们可以把马带到河边，但是你不能够强迫马去饮水。我们说到庙里来吧，我们有很好的 prasadam。 不，我得上班。你为什么要上班？我不上班我就没有东西吃，我没有 prasadam。 哦，不不不，我就是得去上班。怎么办？我们试了，我们不能够强迫人们。听不见你说话，你过来这边。
听不清楚。咱们从回答开始吧。我只听到他说一些什么奉献者这个健康的问题，怕怕让我们照顾健康，然后呢菩萨他们又说大家吃的不合适。这样呢我们就要花很多的钱在药费上。你住在像德里这样的地狱般的城市，你很容易就会生病。如果你每天花50分钟的时间去锻炼身体，这并不是一种犯罪。这个让你身体健康。如果你 Kirtan 的时候跳舞，你也可以能够得到健康，就是说可以锻炼身体，让你保持这个身体健康。你来参加 Kirtan，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锻炼。不，我才不去参加 Kirtan 呢，我要做我自己的 Yoga， 那就不太好了。爸爸说在能量和有能量者之间没有区别，但是呢鸡瓦是属于能量，它跟主是有区别的，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这个药者中提到的能量和有能量者是没有区别的呢？我们要明白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哲学的基础就是 Achintya Bheda Bheda Tattva。 所有的这些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同时的跟 Krishna 是一样的，但同时又是不一样的。Krishna 和 Krishna 的能量既是一体又有不同，这是我们的理解。好，非常感谢大家。 Hare Krishna Srimad Bhagavatam Ki Jai。 Hare Bhu 奉献者们请稍坐一分钟。首先呢我想告诉 Maharaj， 今天我们会给这个庙里的这个 Brahmachari 们讲课，庙里的 Brahmachari 们可以加入，如果有奉献者们想参加也可以。今天明天而且记住今天怎么说呢，今天我们是 Safari 最后一天的这个聚会是12点到2点，奉献者们请参加，请参加这个活动。明天 Srimad Bhagavatam 的讲课是我们的亲爱的 Srivas Prabhu 来讲。Brahmachari 的课程是下午3点，在礼堂，但是我们的 Safari 的那活动是在 Prasadam 的大厅。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想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们想感谢你们所有的人，你们非常努力的工作，你们做了这么多的服务来照顾 Safari 的奉献者们，整个的团队萨尼亚西蒙古鲁们，我想感谢 Brahmachari 们，还有厨师。我见到很多的人都在厨房里工作，奉献者 Mataji 们在那儿做饭，然后奉献者帮忙派菩萨的好多好多的服务，特别特别好的，还有普扎瑞对于神像的服务。无论如何呢，我想感谢你们。那么请祝福 Safari 的奉献者们，他们那么 Safari 的奉献者们也祝福他们，他们可以做更多更多的服务，有更多的人来，因为在这儿有很多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庙，古鲁马哈拉就可以再带领 Safari 的队伍来，非常感谢你们。感恩聆听。哈利克什纳结束了，我们看一眼神像吧。Show devotees deity, please, and then finish. Darshan. Darshan, please. Darshan. Going this way. Darshan, everyone. Revol. Shram, Lakshman, Sita, and Hanuman. Hari Bol. Sri Ramchandra, Sri Lakshman, Sri Mata Sita, Jai Sri Hanuman.Sri Radha, Bhakti Bihari ji, and Lalita with Vishakha. Evo.Swami Sri Gauranita Haribo. Later. Okay.